欢迎。行，我等大家进来，谢谢。OK，我们填一下这个先啊。OK，所以哦，那个 hypotenuse 是哪里呢？第一题它的 hypotenuse 是哪个？hypotenuse 就是那个直角对着的那个啊，最长的那个直角对面的那个啊，那个叫 hypotenuse。所以第一题的 hypotenuse 是，可以 type 给我一下。第一题的 hypotenuse 是。快给我一下啊！对，来来来，谁的声音来的？第一题的 hypotenuse 啊，大家来快给我，对，对，至少我们要知道这个知识，你知道吗？OK 啊，第一题 hypotenuse 是 R 啊，对。最长那个啦，哈，直角对着那个啊。说第二题的是，轩一，一轩，对啦，大家，OK。第二题的是，是 C 呀，OK。这一题嘞，其实有两个哦，这一题有两个是吗？都，我们两个都讲 OK，对，是 X 和。对啦，x 和 y 就是它们是不一样的三角形的 hypotenuse，对不对？x 是它自己的三角形的 hypotenuse，y 是这个下面的三角形的 hypotenuse。OK，好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可以 type 下去一下了哈，不是我 type，就是可以写一下啊。这些如果你现在没有纸，然后你还来不及 print 出来，不要紧先拿，OK，等一下的。那个直接用写的很快的那个，你因为还没有什么题目抄的这一课，最多你就画三角形罢了，不用画这样美的了，啊嘎嘎就可以了。OK，这个啊，PR 你会发现哦，PR 是那个长，对吗？如果是要找长的，就是讲啊，我所谓要找长的，就是讲它前面是那个长啊，长等于短加短，记起来啊，短的就是另外两个啊，OK。说短加短就是 PQ 加QR 了，短加短，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放小二，对吗？你就加小二，小二就是这样，OK？短加短啊，再来 KM，然后你看到哦，KM 是什么啊？KM 是这个，KM 是长，这样就要拿另外的两个短加起来，就是这样。所以短 KL 加 LM 短加短咯，方小二，这样要排好一下先，全部要放小二啊！你有没有发现前面有小二？看到吗？长就是 KM 哦，KM square 等于 KL square 加 LM square，这个就是叫 theorem by Pythagoras 了。theorem 就是一个 formula 来的，知道吗？OK，再来呀。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ST 是什么？哎，ST 是短来的，对不对？短，你要找短的话，短等于长减短啊，长是 RT 咯，对吗？减短，短是哪一个？另外一个短啊。你明白我讲我吗？谁不明白现在问啊？哎，注意啊，全神贯注多一下子啊。你现在要找的就是短这个嘛，短嘛，短等于。长减掉另外一个短，长减短，就这样，倒转可以吗？可以，就是你要找这个短，就长减这个短，你要找的是这个短，你就拿这个长减这个短，这样罢了，理解啊？
哦啊，那个两个短可以调转的 ，OK， 说、so、RT 减掉RS RS， 因为有两个短嘛，现在 RT 减 RS， 放小二啊，全部要放 square 啊，就是 ST square 等于 RT square 减 RS square， 说、so、AB， 我们看 AB。AB 在这边，这是属于短来的，要小心。刚才我一直问你哪一个是长，就是这样。有时我们看到哦，这个很长，我们就以为它是长了。OK， 哦，说这是短吗？这样你就要拿长减掉另一个短。OK， 说 AB 等于 AC 减 BC， 然后放小二。这个是我们要会自己写的 Pythagoras theorem， 全部要放小二，说明白哦。你要找长就等于短加短，要找短就是拿长减掉另外一个短。OK， 这个你要抄可以抄啦啊。如果你要画的话，如果你要画，你要画买它的，好像这个 label RST 啊 ，ABC， 因为你才知道哪里减哪里嘛，还是哪里加哪里嘛。短加短等于长啊，长减短就是短啊。B 可以 ，OK， 哎，不可以啊，这个哈 ，OK，AB 跟 BA 是同一条线，就是讲这个可以倒转写，不要紧哦啊。但是如果这边又再减回 BA， 就是错了啦，因为它我们要的是这一条线啊，我用蓝色画给你这一条线。啊，这条线是叫 BC 或者是 CB， 明白哦？这一条线啊，我们可以称它为 BC， 我们可以称它为 BC 啊。OK， 好，我们现在看到底怎么做啊？其实这个练习它也很少罢了做的，不过不要紧，我们可以做。你看现在它要我找 X 哦，你先啊，大家先跟我讲先，这个 X 长还是短来的？我教你怎样做啊，我教你很容易的方法。请问这个 S 长还是短来的？我们要先认定长短先。啊，我不是问你它有几长啊，我问你它是长还是短。有一个长两个短啊，所有的三角形有一个长两个短。全世界留意多12分钟，很快速。对啦，这个其实是长来的，对不对？长等于短加短，我们照写啊，长等于短加短，全部放小二，到这里为止。有问题的要讲，你听到我讲什么？我讲长等于短加短，全部放小二，我就这样写出来办了咯，跟着他写 x 等于6加8，全部放小二，先写这个啊，大家。这个我就擦掉啊，你这个你要写可以，不要写可以。那个什么长等于短加短，那是口诀，不然你会记到很辛苦。专注一下下啊，这一刻会有就会有的这个。然后它只有一个东西，我已经教完了。其实你知道吗？我现在教你怎样做吧，我已经整课教完了，我现在教你怎样做吧了，怎样算吧了，因为我真的已经教完，这一课很短了。OK。现在怎么做？我要你先做一个步骤，全世界注意啊，子辰，长是 x 哦，这边是长，我们知道说这两个是短啊，啊，长我要找长嘛，长放前面，长等于短加短啊。接着先做这个东西先啊，因为不然的话，等下你会乱，把小二放过来先，小二放过来变成什么呢？它是好像哦，搬过去左啊、等于的左右手边，我们要换的嘛，加要变减，减要变加。乘要变除，除要变乘，这样小二怎样哦？变 square root 等于啊的左右手边啊，小二要搬的话要变成 square root 的、啊、知道吗？你改天要把 square root 搬哦，搬过来变什么？变小二的，因为它不是乘，不是除，又不是加，又不是减，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加要变减，减要变加，乘要变除，除要变乘，这样小二怎样啊？变 square root 咯，就是 square 要变 square root 咯 ，square root 要变回二咯。这些照抄照抄，可以按 calculator 了。我是要教你按 calculator 先呢，还是怎样呢？不要了不要了，我们用手做啊。其实可以按 calculator 了啊，你按 等下我再教 calculator。OK， 用手做啊，用手做意思就是说，
你要算出来六 square 六六三十六，八八几多？子成，子成 type 给我八八几多？哎，啊，子成，我看子成在不在吧？八八几多？八 square 就是八八啊。阿成哥，哎 ，hello， ada orang tak？ 哈，啊，又哈，又问他，我问你爸爸几多啦？我要看你有没有摘不了啦。说八 square 六十四，就这样写啊。说你开六 square 三十六。八 square 六十四开了啊，那个框框还要在，而且框框要长长的啊，你看啊，盖到完全不能，我写上来啊，子成跟住写啊 ，OK， 现在把里面加起来啊，外面那个框要最后才可以做的，子成三十六加六十四算给我，现在三十六加六十四 ，yes 一百哦 ，square root 一百是什么啊？大家就是讲什么什么一百，乘法表来的，什么什么一百。十十一百，对不对？答案了，所以没有考过的也是做到的、啊。这个有些比较大的，比较难不了。你可以最后到这边啦、啊。如果那个号码是很大，你不会十十一百，你不会哦。你用考过的咯，你按 square root 按一零零等于就可以了。OK， OK， 我们再 try 啊，第二题啊。这一个 x 是长还是短啊？子成来，这个真的了，这个很认真的问你啊，子成，这个啊，这一个 x 是长还是短来的？记得啊，每一个三角形有一个长，两个短。嗯，子成，现在我的问题是这个 x 哦是长还是短？大家也可以回答我啊，对，成哥。OK， 长的话是九十度的对面才叫长，所以这个是短，这里也是短，明白吗？子成明白吗？这样 ，OK 啊，好，所以我们知道了它是短啊，它要我们找的 x 是短来的哦，这样我们就拿长减短，会不会？所以你就写 x square，OK，、okay, 这个 square 你要不要写？就是长减短啊，十五减九。全部放 square， 你要记得全部放 square 啊，长减短，看到吗？啊，就这样罢了咯。然后又跟住一样方法做了。我讲先做什么啊？把 square 丢过去先，刮痧读啊，丢过去变成 punch 啊，刮痧读啊，实际 OK 吗？这个，我们先把小二丢过去，我用蓝色画给你们看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啊，小二啊，丢过去对面啊，变了这个东西 ，OK。小二啊，丢过去对面变了这个东西，一定要写在下一个步骤了啊，不会写在同一个步骤了，因为你搬过去对面了嘛，这样它左手边不会再出现了，明白吗？蓝色你可以不用写啊，蓝色我只是在画给你看罢了啊，不然有的人不明白，怎么小二没有掉了的，怎么变了这个的啊？因为它被搬过去了，现在可以做了，十五十五十五 square 不会按 calculator， 因为有时这个它会给分数的。好像是225是吗？9 square 81 啊， 啊可以按考虑的225减81是多少啊？现在桌里面你看到是一个可以 square root 的号码来的，对不对？ Yes， 意思是什么什么144呢？啊，什么什么144呢？阿子成，或者是当然可以直接按 calculator 啦啊，对啦，十二 ，OK， 当然你可以直接按 calculator， 对呀、啊，十二十二一百四十四，所以呢 ，puncha guasa dua 一百四十四，答案就是十二了 ，OK， 这等于我写不到下面了啊，所以我写这边啊 ，OK， 一样的啊，最后了啦。啊，子成再来，这个是长还是短？子成啊，这个现在的 x 是长还是短？很好，
说、so, 它是短，我们就要拿长减另外一个短，就是这样。说、so, x 等于20减12，会吗？全部放小2给它。你写到这里，你就有一分了的、啊。其实大家，这个只是 by Degrees theorem 把 theorem 写出来罢了。OK 啊，跟着啊，接着啊，哎，会做的人，我给你做先啦、啊。你给我最后 x 是什么答案啊？会做的，我给你们做先啊。如果你已经懂步骤了的，不是很会的，去理解一下这个步骤怎么来的先。这是最重要的，会写这边已经很棒了，现在我们才上了没有到一堂课。不过这一个在学校老师是用一堂课教完的这一课啊，因为很快的，没有了的啦。做到答案了的啊， X 是什么啊？可以 type 给我，我要最后的答案，我给那些会做的人做先。最后答案 What is X?这个可能真的要 calculator 一下，它比较大一点，它好吗？有吗？什么是 x？ 很好，我本来。第一个没信号 ，OK， 本来很好，对了，很好，会做了，对，还有吗 ？OK， 会做了的，你应该是跟着去了，会做了，你随时type上来啊，答案啊 ，OK， 我们跟着去写啊 ，OK， 所以先把小二搬过去对面 ，square 搬过去。变成了 square root 子层，知道吗？说小二没有了啊，你写去对面要写成这样，刮沙多啊，搬过去变半下刮沙多啊 ，OK？ 里面的东西照写先，20 square 啦，减12 square 啦，这种啊，然后框框不可以做先，硬要做完里面先。20 square 不会按 calculator， 400来的啊。12 square 不会按 calculator 啦啊，这种就不要讲了啦。哎呀，哼，400减144不会按 calculator 啦啊。量几多啊？这个是269，哎，不是，啊，几多啊？啊，256啊，256是哦。这个 uncalculated， 这个就可能你真的要 uncalculated 了，对不对？是256嘛？十啊，对对对，说、so、square root 256，答案是16来的。OK， 说、so、做到的人啊，很好啊。OK。哎，就算啊，你没有 calculator， 你用手机，你也可以 download scientific calculator， 知道吗？自己去 download 下载一下。But 没有 calculator 的人，你一定要去买哦啊，不然你开学你上不到，你上我如果没有 calculator scientific calculator 啊，你没有办法读中学的，应该讲。我不是想讲你上不到数学，我是想讲你没有办法读中学。一定要有每一个人要有一架，不会跟哥哥姐姐借的。除非你个姐姐去年毕业了，谁讲哎？谁跟哥哥姐姐借的？请你自己去买一架，跟妈讲，姐姐讲了，不是老师讲了，没有跟哥哥姐姐借的哈。Scientific calculator 一个人要一架的，因为要考试的时候用了。好了，大家我们到这里先 ，OK？ 如果你写完了，你可以先退出来，我们下一堂课见，拜拜。拜拜，明佑 ，OK， 拜一行。轩怡，你 OK 吗？你很想回来了是吗？有在吗？轩怡输赢，阿杜，拜拜。Right.